唱这首歌要休息一下哦。好吧，如果大家如果还想听歌的话，就是待会我们休息完的时候，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再回来。大家如果有点歌，我们会唱的话会唱给你听。那如果我们不会唱的话，就先跟你说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不一定每一首听歌会唱，因为我们是要听歌。这首歌也是很有点的歌，这首歌是男女歌唱的歌，三胡。想不